哎呀，各位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峰啊。今仔日要来玩一个小小梦魇二，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小小梦魇二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快开始游戏吧。我们又回来了，我们还在淋雨，会不会感冒？你看这个兄弟，好冷呢。怎么？我要签兄弟啊！我不是要拿臭铁罐啊！走，兄弟，我们赶快走，我们赶快去躲雨。我，刚刚是干嘛？我进不去。不是吧？该不会 bug 了吧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进来了。来这边要干嘛？拉垃圾桶旁边。哎呀，聪明了我这个小脑袋。哦，原来这样玩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哦。哎呦，我干，吓死我了！原来是一个小彩蛋。妈的，突然，看，吓死人了。哦，啊，我们的兄弟穿上雨衣了，真正的色彩，要挟，来，兄弟，我来帮你开门，哦。啊，走吧。兄弟，你这个我需要帮忙，谢谢。Let's go。现在到了哪里呢？那边有可以进去的地方。毕业，我们从那个不良学校毕业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是。哎呦，把它摔破了，吓死人了！哎呦，要修！哇，这个床是给谁睡的啊？我天啊！是能睡人吗？挂成这样子，这什么极限挑战之类的？感受这个肾上腺素爆发的感觉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不过说真的，现实生活中是真的有人敢这样睡啊！要装上去。哦，门打开了。哦，密码呢？哇！我电梯呢？哎呦，我也要修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等一下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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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兄弟，这个，帮忙，帮忙！要修！哎，兄弟，你别丢下我！差点意外呢！哦，按咪猫。一个手电筒，哇！我密码呢？今麦写升阶恐怖游戏，这游戏不是应该只是惊悚吗？怎么开始变恐怖了呢？而且还要拿手电筒，这不是恐怖游戏的元素吗？这么多张床，然后还有这个医院用的器材。哎呦，看这个吓死人呢！哦，看到鬼面。听见我恐怖，哎，这是家医院啊！我看，真是变得好恐怖哦。那 地板上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拖痕，这是什么血迹？哇，太夸张了！
哦，有那个手电筒还会闪呢，要修，没有灯就把手电筒关掉，然后这看起来是可以拉的。这什么？饮料？哇，免费饮料这么好？肚子饿，哎，这竟然是成就！我们拿饮料砸那个啦，开关啦，对的啊，兄弟，如果你饿了，可以拿一个来吃。如果你不怕这边罐头里面或是饮料里面有掺什么东西的话，哇靠！哦，电视，电视，我来找你的电视。哦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走吧，我们向前走，就快到了，那扇大门。哎呀，我们被兄弟拉回来了。兄弟似乎不想让我们去那扇门。不然他每次都把我拉回来。Teddy Bear 身体里有一个钥匙，那还可以拉闸。哦，S 光机哦，哇，这只吗？哦，这只啦。拿起来有那个钉，那个钥匙声音，我们给它照一下就知道了，应该是这只啦。超丑的，超级丑。Bingo！啊，我兄弟你很爱照呢。丢进去。焚化炉呢？啊，这个钥匙，这应该是钥匙，我有。按咪摸，我被包成木乃伊呢。哎呦，看到鬼，突然跳一下，吓死！今晚被安装，踩这个。哎呦，我靠，What the fuck？哎呦，我干，毛骨悚然呢！我靠，我头皮都发麻了，What the fuck？吓死人了，突然，妖修。哎呦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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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，哎呦呦 ，what the fuck！ 啊，看寄生兽，妈的，异形呢？他直接抓住你的脸，要求这边怎么办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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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求见，上不来吧？他还会等呢！快！Oh my god！ 他爬上来了，他妈的，快走！看，快点！哎呦，快点！他应该没跟过来吧？哦，妖兽！我看，好可怕！妈的，比那个臭妖婆还要恐怖呢！那个手哦。
我看，我看他来了。哎呦哎呦，有血啊，顺着管道来了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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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！哎，不是，这不是我故意死的，我卡在那个桌子那边哦。你不要以为你能吓倒我，看我爬上去，你爬不上来。哎，难道我们不能就一直走上面吗？电池，哦，锤子呢？来啊，你这只笨手！哦，他也会闪，哇，哇哇哇，哇，敏捷点满哦！还敢挑战我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啊，哈，他不就是一只小手手啊？还装死啊？啊！哦，妖修哦，看你还怎么做坏事啊！我要拿我的战利品走了啦。就是这个奖杯形状的电池啊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兄弟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玩玩具哦？兄弟，我来了耶 ！Hello， 兄弟，这真的有这么好玩吗？我们走吧。我太踢他你哦，等一下。应该不是先装这个。哎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拿下，你拿下。哎，傻小，我拿下，你又给我装到这边。你这个自动感应不要太那个，不要太超过这边啦。另一颗电池。嗯，那边有扇红色的门。兄弟，你这个要不要帮我一下？等一下好了。妈的哟，兄弟！来看一下前面有什么。哦。哎呦，电椅呢？哇！哦，电椅旁边就是电池哦。哇！啊，这边也需要电池。哎，兄弟，你可以，哦、好不行哦。好的，兄弟，我们走吧。来，兄弟，让我过去吧。Hello， 兄弟。Hello。兄弟，你该不会卡住了吧？兄弟，哎，兄弟卡住了，哇，这样怎么玩？我没办法去牵兄弟，哇，兄弟卡住了，哦，这样子嘞，哦，这样子，兄弟也没跟过来，完了。出 bug 了，干这游戏！哦天啊，天啊，不是吧？这游戏，这兄弟卡在这边了，什么兄弟罢工啊？就站在那边，怎么叫他，他都不那个，他都不回我。哎，没有灯的时候他会动嘞。哎呦，干！我造了没用 ，What the fuck？ 妖修，哇干！我真的吓到了，这个比那个臭妖婆还要恐怖一百倍！哇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不要乱动哦，妖修惊，哇，
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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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他瞬间跑过来呢，哦，吓死人了！我觉得这个家伙会动哦，家伙也会哦。你可注意点！哎呦，我面壁思过！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妖修！哎呦，看这家伙一定也会动！哦，看，你给我冷静点啊！要修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他还浮空呢！哦，他会悟空术呢！哦，还想抓？哎呦！哦，派就派！但这真的会紧张呢，很恐怖呢，精神压力很大呢，这关哦。现在看到每一个假人模型都要紧张一下哦，要求他们真的有个恐怖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呦，有没有个小黑影？哇，这边是怎么回事啊？画了这么多那个叉，是被困在这边吗？还有老鼠。哎干！我靠！原来那是个老鼠洞啊，跳下去就要被咬死！哦天哪、啊！哎呦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！ 哦，林德嘞！哎呦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妈的！我靠！哎，不是啊，我有照呢，他怎么给我一手抓起来呀、啊？快跑，快跑！哎、欸，屁啦！俩傻小，干！他妈的，那只怎么过？他就硬要抓你呢，用照的也没用。哎、欸，屁啦！这只就硬要抓我傻小，干！紧张元素没了，他妈的！你以为你可以吓我吓很多次是不是啊？操！哦，追杀小，追杀小，抓不到哦，还敢闹事啊？阿查阿查，开电灯！哇，这什么肥皂是不是？减肥皂，哦 ，C 型菇呢？哦，这家伙一定会动。唉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把灯关掉，不用想也知道。C 型菇，哎呦，就看你，啊，这是被安装故意。哦，我懂了，需要的是他的轮椅啦。不是啊，你轮椅坐得好好的，你干嘛爬起来呢？没必要嘛，是不是各位？哦，很快很快哦，很快哦，拉闸。哎，看你还怎么走。啊，还想装死啊？啊。我需要他的轮椅啦！暗迷猫，哎呦，这边一只哦，我这边也有哦，哦，很多只哦。嗯，切，这样子照，反正他们只要被照到就不会抓，对吧？被照到就不会动，对吧？哎、欸，
聪明啊，聪明如我。啊、靠腰还是被抓。看，好像也不行哦，不能那样子搞、啊。过不来哦，这里有灯啊。那个电椅，电椅，对，这边要拿电池。哦，好了。丢进去。啊，兄弟，电子。插上电，兄弟。睡啦，门开了。走吧，我们离开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恐怖的地方。哦，对，还有电子。谢了，兄弟。谢谢你，兄弟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还帮我拿电池插上去，可以离开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兄弟。哦，哎呦，加安装啊，加安装。哎，哎，原来是手哦，哦。原来是手收啊，又来一个手收，是不是？女朋友来找你报仇了。哦，你还有失误的一天，是不是？哦，很多只手呢。哦，失误嘞，你还会失误啊？还装死，还敢闹事啊，女朋友！啊啊！哦哦哦，很多脸皮呢，哇！看来这里是一家整形医院呐、啊。哦哦哦哦，大开！哦，五告白。大哭的有够拜啊！哎呀，他好像听到我讲他坏话了、啊。哦，吼，整个在咬，那整个在咬真的很好笑。哎呦，他还来查房啊！他会翻床呢，哦，这样没看到，笑死。哎，他竟然不抓兄弟啊！他竟然，哇，这家伙！该不会这家伙对黄色？哇，这家伙是色盲哦，可怜呢、欸！不止胖，还是一个色盲哦，竟然看不到黄色就对了，直接无视呢、欸。不过他竟然看不到黄色，那这不是我们只要 找一件黄色的衣服就可以那个了，就可以逃避这家伙了，不是吗？那个大胖子应该不会再出来了。
走吧。你刚刚好险啊，兄弟！要不是因为你穿的这件黄色的雨衣哦，你恐怕就要被那家伙抓了啊！那家伙是一个看不到黄色的色盲啊！钥匙拿到了，就可以走了。来照，来照，金来照，金来照。哦，谢了，兄弟，我们走吧。爬上去，这个地方有楼梯，也太不正常了吧？需要电池，这个超强手电筒，你们看哦，嚯，它可以透过墙壁呢！哇，这个手电筒是镭射吧？这个手电筒是，更好夸张，拉闸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西狼啊！逼！哇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急救急救急救！哦哦哦哦！哇，这么聪明，不是，他竟然看得到，那只能跑了，冲啊！Let's go！哎呦，兄弟，你腿功了得啊！兄弟跑得比我快。不是，我到楼梯的时候。我到楼梯的时候竟然跑不动哎！哦，兄弟跑好快哦！哎呦，还想量子抓是不是？哎呦，又被他压死了，不好吧？这个死状不好看呐！我要进来！哎呦！哎呦！关起来！拉闸！哎呀！烤乳猪！我兄弟很会呢，还懂得取暖呢、哦！哇！烤乳猪，烤乳猪，哎呦，有点臭臭的，看来是这个烤糊了。哦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快点离开这个不合格的医院。哦，我们离开了。好，我们还是先在这边结束吧，兄弟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今天这个《小小梦魇2》的游戏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好啦，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如果想要看下一期《小小梦魇》的实况的话，记得留下来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